下最后环节抽奖的时候，电视机就会有我的戏份。好，哈喽大家好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 Trash Trash 这里来夹娃娃。哎，不对，今天我们没有要夹娃娃，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大神们的夹娃娃。因为今天我们要参加夹乐比第一届的夹娃娃比赛。那在今天影片里面，你们会看到马来西亚在台面下的各路高手，其中也包括了我们台湾知名 YouTuber 勋勋、奥尔 TV 跟小伟。我身后这些呢，就是今天的奖品跟幸运抽奖。那现在我开始在烦恼的把这架电视机拿回家。好，那我们废话就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先去登记。走。所以比赛开始前，让我们一起回顾前几天的粉丝活动。让我们回到比赛当天。我今天担任那个拿错使者嘛，就是他们在比赛的时候，我就会走过来。不是这样，要往后直接下爪 ，OK？ U 不哦，来，3、2、1，啊，开始，直接打。3、2、1，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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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但我被淘汰了，所以非常淘汰赛嘛。只要你第一回合没进，那你就直接出局。但我感想是，刚才比赛的机台设定其实是比平时我们的机台设定容易很多。那为什么会打不出来呢？是因为基本上我觉得是我紧张，再加上有点贪心，我离太远甩了，那抓不到东西，我东西还没有到枪位的，别人已经打出来了，所以因为它是比速度的，先打出来先赢了，所以我就被淘汰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反正今天我是为了电视机来的。哦，等下哦，最后环节抽奖的时候，电视机就会有我的戏份。好，开始。先帮三号加油啊！三号这个运气，真的要加油一下。能讲到他都快哦！哎，弹出来哇！我操！我来刚刚说完了。对啊，弹出来了，弹出来了，弹出来了。恭喜恭喜！我刚才看啊，后面这台直上直下出来的机会，对，二号可以考虑一下后面的东西。我也是啊，枪位啊。曲面体面我都 OK。两个星期后，终于把电视机带回来了。
好，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集的影片。接下来呢，这次我非常荣幸有机会参加加勒比举办的第一届脚蛙比赛。那虽然我没有在比赛中获胜，但是从比赛里面呢，也让我有很多机会去认识娃娃机械的各路高手，还有创作者们，然后让自己有所成长。那当然了，最后也要感谢加勒比跟勋勋的神之手，帮我抽中了这架超大的电视机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想看到更多类似脚蛙机的影片，欢迎按下订阅，并期待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